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雅玲，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科技的力量带动时代的改变，人工智慧、大数据更让各个产业出现巨变。今年最夯的莫过于所谓的动嘴时代来临，运用物联网让生活更加便利。像是这个智慧音箱， Amazon、 Google 等各大科技大厂推出之后，让大家看到人工智慧与物联网完美结合的新成果。因为内建在智慧音箱里的语音助理可以帮忙解决生活上的疑难杂症，不管是开关家电、查天气、翻译外文或是查公车，几乎都能依照个人需求客制化，让生活变得更加智慧。而之所以能够靠声控就能够完成生活中大小事，这全部都是靠大数据的精准分析。要做到符合在地需求的语音辨识，是收集上百万条口语资料训练机器学习才能够达到的结果。其他像是智能停车系统，出门再也不用为停车伤脑筋，还有智能贩卖机，更是让金流、物流、资讯流完全合一，结合 AI 科技跟大数据，成了最新形态的零售模式。带你来看，大数据是近年来的热门关键字，但你知道吗？大数据早就和你我的生活紧密连结。嘿，小布。嗯哼，我回来了。主人，我等你好久了，让我为你打造舒适的环境。利用数据分析记录使用者的生活模式和操作习惯，成为个人化的居家助理。但是大数据到底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原来大数据和演算法是决定 AI 人工智慧有多聪明的关键因素。嘿，小布来了，去扫地。好的，启动清洁机器人来为你打扫。应用在智慧音箱里的语音助理，除了会控制家电，还可以这么做。嘿，小布来了，公车什么时候来？大院路农禅寺站308网捷运建潭站31分28秒后抵达。不管是查询交通工具、追踪股票或播报新闻，智慧音箱都能帮忙打点生活的大小事。小小的智慧音箱要结合声控，是利用好几百万条语音资料对语音大脑进行训练，这也是大数据训练 AI 语音进化的成果。找了很多人去录音啊，让他去收集这些口音，不管男生女生、小孩、老人，然后或者是这些用语，那都先用这样的方式去收集，然后再卖到市场上，我们也会有一些回馈。嘿，小布来了，来一点开趴的音乐，来听听，冲去海岛开趴梯。要连流行用语都能通，就要靠精准的语音辨识系统。大数据就像是 AI 的食物，当 AI 吃进大数据，透过深度学习的演算法消化，就能产生精准判断。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在地化的用语，然后收集了这个很多的数据，然后录了很多台湾发的这个口音，来训练这个模型。自从国际大厂推出智慧音箱后，各大科技品牌看见了人工智慧结合物联网的更多可能性，相继加入了智慧音箱的市场竞争。在云端计算蓬勃发展的现在，像手机或智慧音箱等边缘装置也都需要装载自行分析资料的能力，智慧音箱就像是一个起点，让大数据运算的发展更加快速。你不是说你家下礼拜要装修，要不要先去特力屋买点东西？可是这时候去特力屋不太好停车，我想我们先预约一个位置，确保等一下一定有地方停好了。走出家门开车上路，却担心找不到停车位吗？现在有智能停车系统，只要打开手机的应用程式预约车位，还没抵达目的地就先找好停车位，让你比别人早一步停好爱车。在200公尺处向左转，跟着导航来到停车场，这可不稀奇。厉害的是智能停车系统还能把你精准地带到预约的停车位。前方右转，等到车子一抵达，感应地锁就会开启，轻轻松松就能停好车。如果担心在停车场迷路，智能停车系统还能帮忙定位爱车，离场前直接透过云端缴交停车费，一点时间都不浪费，不管出游购物都不用再为了停车伤脑筋。全世界首家用物联网科技完成
所谓整套的室内停车服务的一套系统。在目的地附近呢，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车场。那所谓适合你，可能包括你的车型大小、费率高低、距离远近，还是因为根据你是残障、妇幼、电动车，你在进入车场之后的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马上很快的掌握住在任何的角落有没有停车的有效资讯，可以让你很快速的解决你时间跟你燃料耗损所产生的环保问题。根据交通部106年的统计，全台驾驶在上班场所附近寻找停车位，每次平均要花费7.1分钟，其中双北地区平均要花上9.5分钟才能找到车位。台北的开车族每年平均花费在寻找停车位的时间，相当于2个星期左右。可以看出市场对于及时找车位的智能系统有极高需求。忠孝东路四段。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寻找停车场的应用程式，但是能够同时应用在香港、泰国和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中，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大数据的应用。很多数据的累积之后，大概分析出来他大概常常在干什么事情啊，学生说啊，就以他最常干的事情或最喜欢的东西去做投放。大数据解决了开车族的停车困扰，也为商场创造了新的商业价值。此外，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便利商店也因为大数据有了新面貌。一般要买三明治都会在便利超商，但是现在你可以直接在制饭机购买。制饭机是全台湾最迷你的便利超商，一台机器就可以直接让你买到新鲜的鲜食。它结合了 AI 科技和大数据，成为了最新形态的零售模式。当传统贩卖机结合了大数据应用，小小的机器就华丽转身。机器分为不同温度，可以让消费者同时买到不同类别的鲜食，付款直接使用行动支付或塑胶货币。继无人店超商之后，台湾的便利商店进入了下一个智慧时代，掀起了一波智慧型自动贩卖机大战。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它除了饮料还有甜点三明治，很方便。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过来看一下。消费者每一次购买商品都成为制贩机的即时数据，所有分析数据都在管理系统中及时更新。业者可以远端监控库存状况，机动调整商品项目，还能搭配最受欢迎的商品推出不同的促销活动。分析技术和 AI 引擎让制贩机减少了浪费，也节约了成本。它的种类相当多了，现在也有饮料啦，然后便当啦，甚至是那种饭团啦，对，甚至也可以放一些小甜点之类的，所以这个甚至就等于很像是一个小的超商一样。瑞典市场研究指出，全球的制贩机将在2020年突破360万台，在2024年将达到268亿美元，也就是在5年内预测将会成长28.2%。因为建制成本低，又能更快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目前全台湾已经有3大超商品牌加入这场新零售的大战，铺设了超过1000台制贩机，被视为智慧零售的最新潮流。大数据在日常生活中掀起革命，在食衣住行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你我的生活。大数据掀起的革命不止在生活层面，很多产业也起了化学变化。像是看到无差别杀人事件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口气入围金钟奖14项大奖。其实戏剧能够成功，金钟编剧、律师员功不可没。但跟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在创作剧本前，还先透过大数据汇整多元观点，希望能够丰富剧情的细节。而负责大数据分析的就是资策会数位服务创新研究所，这些擅长数据沟通的分析人员第一次接到协助写剧本这样的任务，也是一大挑战。他们是如何跟金钟编剧合作，碰撞出这一出台湾史上首部用大数据协作剧本的剧作呢？来，来看。2年前犯下震惊全台戏院枪杀案的冷血杀手李小明，最高法院在今天早上驳回李小明律师的上诉要求，维持二审判决死刑定谳。乔安，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是被这个畜生的新闻影响。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场面仿佛在我们周遭真实上演，我们与恶的距离让观众看得好揪心，堪称台湾今年讨论度最高、最受瞩目的一出戏。你应该知道我是被害者家属。知道，
所以更觉得你会想知道答案。你们送李小明做精神鉴定，找不到精神疾病，现在反过来开始找我所谓的真相。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躲过死刑，对吧？光是这段对话就点出了戏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呈现出每个角色因为立场分歧对同一件事有不同观点。像这个戏它真的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最成功的就是还原真实。如此贴近真实的剧本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公视在2016年邀请金钟编剧吕石原操刀，他长期关注社会议题，想以台湾过去发生的社会案件为题材写一出以随机杀人为主题的电视剧。但跟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在创作剧本之前首度尝试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那其实一开始最困难就是谁来做啊？因为我们跟编剧讲说我们要做个大数据剧本，他们完全都没有人有任何的概念跟经验，而且也会怀疑说这到底能帮助我什么。为这出戏主导大数据分析的就是资策会数位服务创新研究所。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子，负责人徐玉良副主任也是一边做一边摸索。我是先设定议题啦，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无差别杀人事件嘛，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然后我把这些事件所有有在脸书上在 PTT 上面新闻或者是网友的写的东西，大概一年的资料都抓起来了。在社群网站爬出大量文章，透过演算法找到与事件相关度最高的关键字。因为这出戏牵涉到的是比较专业的议题啊，所以它必须要专业的关键字，而不是乡民那种泄恨式的言语嘛。那但是这些关键字怎么出来？其实，在很多不同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或者是引述某一个检察官、某个律师讲的话当中。其实你是找到蛛丝马迹的啊。徐玉良从一年份的资料中找出16个事件，把40个关键人物分成4大类，分别是加害人、被害人、专业人士及其他人物，并整理出200个关键字，像是思觉失调症、教化可能、联合国两公约。而看到这几个关键字，就让编剧眼睛一亮。这些字其实你看那个，如果看过那出戏，其实这些都是常见的东西。对啊，那时候其实剧本还没开始，所以等于是他还没开始写剧本，我就告诉他说会有这样的东西。从2年前李小明犯下戏院枪杀案到上个月初遭到枪决，他的父母呢是很少在镜头前露脸。小明在被执行死刑前，我们都没有见到他。能够多做一点事情，他能弥补小明对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就会告诉你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人，他是属于哪一个杀人事件，然后最后就是他有什么样的关键的关键字或者是议题。等于是说在一开始还没有开始写就已经先建立一个杀人事件的世界观了。找出了冲突观点和立场是资策会交的第一项作业，让编剧在创作时更能掌握故事脉络。尤其是无差别杀人事件，它的冲突观点又这么多元的时候，其实你要很单方面的从一两个口述然后就得到一个结论，其实是很困难。徐玉良在分析数据时发现有许多冲突观点都是来自媒体，于是编剧加重了媒体在戏中的分量，制作单位甚至砸下了300万打造电视台场景。收视率好我们才有办法跟老板大声说话，是吧？我们老是做那些肤浅表面的新闻骗观众，然后高那个0.0的收视率就很开心，这什么意思？他们其实对媒体带风向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嘛，所以那时候就帮他去分析小编怎么带风向啊，网友怎么留言啊。所以你在后来看戏剧，其实有一段都在谈这个。但第一次被大数据下指导棋，资料太多，一度让编剧大喊吃不消。开了几次会以后，编剧有点头快炸掉了，他说资料太多了，他快被淹没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取舍。于是吕石原开始做田野调查，他拿着录音笔访问了律师、法官、精神科医师、记者等等相关人士大约40人，因为数据分析能给他资料，却无法提供人物性格的描述。其实编剧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实际的田调，只是说当前面我们利用大数据
为他划定了一些方向之后，我已经锁定我要做哪些领域了，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进那些领域去做填调。为了了解审判过程，他花了半年时间旁听死刑庭，还到电视台观察编辑台运作，了解媒体生态和专业用语。像他剧本中写出这个新闻台编辑室的那些冲突，或者是复扣临时抽带的这些决定，为什么都那么的写实？这完全就是要靠编剧他填调的功夫。花了一年时间田野调查，加上前期大数据剧本开发，总共花两年才完成了这部写实剧。一开播就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完结篇的收视率更高达3.4。那他的成功当然是第一，因为这个戏剧的题材，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观众真实的意见。那大数据就提供了这一块的场域，找到属于观众真正的意见是什么。好，而不是编剧想象中的观众意见。贴近人心是这出戏的成功关键，创下台湾史上大数据协作剧本的首例，也让资策会接到至少5-6个影视合作委托案。观点复杂，人物比较多，然后冲突很厉害，然后而且它可能又是贴近一般民众会关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帮助就会比较大。妥善运用大数据，能为编剧带出新的思考角度，拓展戏剧的深度与广度。但是大数据无法取代艺术家和创作者，好的剧本、导演、演员和制作公司，加上后期加工链的专业，才是一出戏成功的核心要素。看来大数据带动了更广泛且深刻的田野调查。那么大数据对于重视精确、严谨跟知识的医疗产业来说，是不是有更划时代的改变呢？所谓的智慧医疗，就是利用大数据把医疗资讯在云端及时整合，作为智慧医院，不管是手术房的透视摄影机、病房的电子病历和自动配药系统，都能够简化流程，减少病患的就医时间，同时能够帮助医事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错误，达到精准医学的目标。而这种结合虚拟实境科技的 VR 卫教诊间，也让医生跟病患沟通病情更具体、更有效率。智慧医院结合科技，一切以人性化为出发点，来看现在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当科技和医学汇合在一起，是不是能让复杂又专业的医疗照护变得更人性化呢？由大数据打造出的智慧医疗，让精准医学不再只是一种想象。那我们希望做到科技的更科技，人性的要更人性，让科技跟人性要相辅相成，来形成最完美的医疗。这手术台移动式 C 型透视机大角度旋转，能在手术过程中直接提供及时资讯给临床医师，随时调整手术内容，不用再来回进出放射室和手术室。平常的 C 样就是单纯就是一只或两只，然后它的角度也只能左右跟上下这样旋转，那它这只要需要靠一只，它就可以达到360度所有的角度。除了要看病人床上一些状况，怕机器会影响到一些管线或是病人的安全之外，它的面板也是常常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资讯在上面。你在移动的时候，它就会闪烁这样子，上下左右啊都有不同的位置。病患做完电脑断层检测，资料直接透过云端传送到病历系统，不再需要花费大把时间等待检查报告，达到精准治疗的目标。其实现在机器很聪明啊，它会跟我们就是的想要操作的方向去做配合，他会建议我们有哪些东西要注意，那哪些讯息不能遗失掉。在目前为止，所有的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智慧管理都是在帮我们整个医院让它更有效率，更不会犯错。当然最重要是节省医护人员的时间嘛。验证证件之后，还要用指纹复核身份。设立在每一个病房楼层的自动配药系统，让药师在控管药物时更快速且更准确。取药的时候，就是都会留下所有的电子记录。那当有紧急取药的情形的时候，电脑会特别跟你确认你要用药的内容。
病房患者的药不用再透过药局提取，自动配药系统可以精确管理药物的效期和数量，用药数据及时更新，大幅提升药师的工作效率，同时也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把错误的机会减到最低了。那因为我们的病人都是急重症比较多嘛，所以护理师也很高兴。那有了医院，他的犯错就会更低，可能到0.几%。所以未来的医学会走向，医师是更越来越有效率。暖色调室内配色，还有窗外的城市景观，病房不再冷冰冰。连接着病床的电子操控面板，记录着个人病历和重要资讯，由电脑连线及时更新资料，也进一步保障隐私安全。像是如果是乳癌的病人，他预计开的是右侧的乳房的话，那我们通常就会是右手会显示进治疗。比如说病人现在有紧急状况，需要做 CPR 的部分，那我们在床尾这个角落一直都会有个 CPR 显示红色的钮，你可以按下去。按下去之后，它就会秀出是否要进行 CPR。那按了是之后呢，我们床就会自动的整个摊平。甚至你抽一根血里面，我们就有血液学检查、生化学检查、这个免疫学检查、内分泌的检查，其实全部都在那一滴血里面。所有这些资讯，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它就算出来，马上提供医师第一手的资料。坐下后，注意过脚踏灰色区勿放置物品，开始量测。有了自动生理量测机，要量体重、血压和身高全都自己来，三合一功能一次搞定，而且数据直接透过电脑记录到个人病历，让看医生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因为医师现在就是一个忙，然后一直操作那些很繁琐的，本来是人工智慧可以帮忙的东西，所以大家是有心的，但是需要有时间，那两个加在一起，那就会是完美的医疗。今天人不舒服，来看个医生吧。哎，我该看哪一科呢？对，我颈椎不舒服。身体健康亮红灯，就医前先和线上医疗小助理聊一聊，只要输入症状就能知道合适的看诊科别，接着线上挂号，让就医变得省时又省力。遇到任何就医的疑难杂症，就打开手机应用程式找答案。平均每年有超过16000人使用人工智慧客服，一共询问超过120000种医疗相关问题。透过大量的医疗数据分析，根据使用者的特质感知进行机器学习，一年下来，医院的咨询电话也大幅减少了21%。因应高龄化社会，以智慧照护为主的乐龄病房成为重要趋势。利用热能侦测，可以远端控管病患从病床上起身、侧坐病床到起身离开的状态，及时监控才能避免跌倒或其他意外的发生。病床边的电子看板更是运作智慧照护的核心。排程的部分会告诉他什么时候要抽血、什么时候检查，甚至什么时候去做手术。那更甚者的话，其实他也可以透过这个看板去看到说今天自己上传的生理量测的记录，所有的数据汇整之后，其实可以帮助到医疗人员。过去啊，我们可能必须要等到病人真的发生了某一个状况，我们才会去做处理，可是现在总是能够在提早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就知道接下来他会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医疗团队就可以调整整个治疗的方针了。除了智慧照护系统，亚洲第一个光病房就在台湾。就像你中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病房特别的亮，我们就让病人觉得这是一个中午的时间，下午他应该要休息的时候就偏黄偏暖一点，让他觉得心情比较放松。所以配合这些病房的很细微的人性化的照护，其实我觉得才是智慧的根本。病患和医护人员同时戴上 VR 设备，一起进入同一个虚拟实境空间，听医师讲解器官构造和手术方式。VR 微照诊间让病患了解病情，不用再靠想象力，达到最佳的医病沟通成效。那胸管呢？我们会选择的位置是在你的腋中线下缘的地方，算起来在第六根的下缘。我们放进去之后，我们管子会往上面伸到你的肺腺的地方停。未来的诊间系统，除了医生自己的大脑判断之外，电脑其实会辅助你。可能这次的诊断要缺少什么用药，可能这些用药要么缺少下脑诊断，第一个就能够提升病患的安全，增加医疗品质。那
让这个医疗更精准。所以未来这种大数据、人工智慧是医师的后腿。透过大数据把医疗资讯整合，利用人工智慧和虚拟实境科技，激荡出创新的医疗形式。而智慧医院就是一个未来医疗的新样貌。而要更精准的话，差一点点就差很多的运动产业更是充分运用大数据来精准计算。美国大联盟从10年前就开始投入智慧科技来辅助球员的训练，甚至用来计算球员的年薪。而在台湾的体育界还刚只是萌芽，有新创公司看到这个发展契机，在2016年研发出世界上第一颗智慧棒球，透过内建感测器把球速、转速、轨迹等等投手所需要的关键数据记录下来，甚至透过手机云端连线以 3D 方式呈现投球飞行轨迹测试的效果，就连旅日职棒投手陈冠宇都说赞。另外像是清华大学也成立了清大运动科技中心，以科学辅助训练发掘运动员尚未开发的潜力，让赛场得胜不再需要以几率来计算了。113.7，转速1140，比较慢一点。经验观察加上教练手上这一台智慧棒球装置，告诉你测速枪不知道的事情。球速108，转速1226下，出手时间1.13秒，飞行时间1.33秒，几乎在投球的同一时间，告诉你表现如何。这是全球第一颗内建感测器、陀螺仪和蓝牙装置的智慧棒球。我们可以吐出投手的球速，第二件事情是投球的旋转速，第三件事情是投球的时候球飞行它怎么旋转的转轴，然后以及模拟，就是说今天它飞到本垒，它应该是往左边偏还是右边偏，或是往下坠落多少的幅度。球速、转速、旋转转轴和近雷点，再用 3D 呈现投球飞行轨迹，不再凭感觉，而是用数字说话。量身定做投手的体检报告，这是科学运动的一部分。早从2007年开始，美国大联盟就已经把科技当作训练的辅助工具，甚至是计算球员价值的年薪。台湾近几年也开始重视，不需要打进大联盟成为职棒选手，也可以运用数据调整出最佳投资。我不能跟他说哦，你因为看起来很快，可是球速不快，是因为转速很快。但是如果我有这颗球，我会告诉你，你虽然才128，可是你转速2000转以上。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你？球看起来很快，可是真的测起来就比较慢。就是我们是可以告诉你说这个球是好的，你投出的这一球是好的，是转速快的，是转轴好的，而不是我感觉你投的不错，我感觉你投的不好，那这样就很抽象。像是我投球，譬如说，因为我有时候动作我会开掉，就是会往旁边开掉，这样开掉以后球的转轴啊，以及你的转速速度会出不来，所以你知道以后你会去调整说，我的手要拉到哪里。智慧棒球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不让训练被白白浪费，比起苦干实练，数字能帮助选手做战略性的训练。智慧棒球创办人观察到，练习投出100球不如投出50颗好球，训练来得更为准确，也能减少球员因为运动伤害的折损率。其实投球你想象一下，假设今天投到100，我的手臂其实挥动的速度是100，那你这件事情你连续丢100球，那你的手臂受伤的状况是很可以见得到的。透过科学记录，这颗智慧棒球更像是教练的另一个分身，让选手能够突破盲点。教练有的时候看得出来，但是教练讲了他不信，他没办法相信。但是一旦你把铁铮铮的事实放在面前，就是说你这样丢2.2，你这样丢还是2.2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真的2.2。这颗智慧棒球由全大资工所工程师发想，从设计到内建电路板都是 MIT， 第一批量产5000颗，售价5999元台币。旅日选手陈冠宇在试用后也惊呼，眼看运动科学发展无可限量，2019年科技部开始着手进行精准运动科学，预计4年投入2亿4000万元。
清华大学跨专业领域结合，成立清大运动科学中心，帮助年轻球员更快进入状况。国内排名八强的承德高中棒球队是清大的实验球队，像是这一款 3D 人体姿态模拟，将训练过程录影后转换成 3D 视角，有一些死角会比较明显，而且选手一看也是，然后再跟教练做讨论，所以可以更选手可以更快的知道教练跟他讲说他的缺点要修正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有两种不一样的画面，所以看说部分的小细节会看比较明显。研发这款的是资工系团队，希望收集选手投球时的空间和位置图像，未来能够比对追踪选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位移重心的状况，甚至是矫正投打姿势。你给我一个影像的话呢，那个我们就建立一个神经网络，这个神经网络它可以直接给你它的这些关节点在这个影像上面的位置，然后我们会再去反推回去说这一个关节点的 2D 位置，它实际上对应到 3D 空间里面的这一个 3D 坐标。人体各个关节点和 3D 空间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看得更细，利用眼动仪概念来追踪打者的挥棒瞬间。你看外面外部荧幕的时候的那个红点，就是计算出你左右两个眼睛瞳孔之后的注视点。画面上的红色圆圈就是打者瞳孔的游移位置，它就是可以去抓你眼睛跟你外面画面的视野，然后去看两个的注视焦点，这样就可以发现说，因为像人的眼睛都会一直漂移，那为了要增进打击的表现，你必须很精准的去跟着球的一个轨迹，所以我们想说借由这套仪器，那它可以去测试出你注视点跟球的轨迹互相做搭配，然后来看说，那你在做打击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身体的动作是不是有跟着球的一个轨迹，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打击表现。未来当眼睛注视着球，身体开始启动到脚抬起来的过程，就能做一连串时间序的分析，记录所有无法用肉眼分辨的差异。棒球训练 AI 化，收集全身上下的数据后，就能建立一套专属的训练模式，甚至是成为心理辅助的工具之一。近年来发展的非常快速的虚拟实境 VR 呢，现在也可以用在选手的训练当中，只要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仿佛就可以身临其境。像我现在人呢，就出现在这个冬奥射箭的决赛场上，周围可以听得到加油声，还有照相机的快门声，甚至是对手训练的比赛画面。这是今年七月东京测试赛的决赛场上，特地让选手戴上 GoPro 录下实境，再将声音影像结合输出到 VR 眼镜。他们其实都会安排时间做所谓的自己意向训练，所以现在比较传统的做法的话，他们就是要求选手坐着，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开始自己去想象他跟这个某一个国家的选手在对抗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境。VR 虚拟实境直接把选手带到决赛场上，取代了原本的凭空冥想的意向训练。科技替运动带来更多可能，不只决定胜负，还有身价和球迷的心。球迷对于看转播这件事情，他的要求已经不再是过去就是打球打出去而已，或投手投球而已，他需要了解投球这次投球的速度多少，他投出来的球的位置多少，而且他想要了解这个球员上场他的一些基本资料。未来赛场上不能只谈实力，从出手到结束处处都有看不见的数字玄机，影响胜率真的是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计算。而对政治来说，每一张选票能否精准入袋也很重要。台湾政治圈近年来盛行用大数据辅助或是操作政治，鼻祖台北市长柯文哲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是利用大数据分析，找寻关键字来决定选战策略，从网络找出铁票族群，并且监测舆论，由于效果突出，因此被之后其他对手或是政治人物当作是模仿的对象。不过，专家说，其实大数据分析真假难辨，如果没有剔除掉人为操作的因子，恐怕会严重影响分析结果。但即使如此，大数据分析还是被大家广泛喜爱和运用，原因就在于空战打得好不见得会赢，但空战打不好却很容易输。
台北的选择，柯文哲。台北的选择，柯文哲。空战打得好，不见得保证你会赢，但是空战你打不好，你很容易死。当各方都会有各自的网军在这个网络上活动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这个数字就会实时客观。相信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2014年，无党籍柯文哲以高达57.16%的得票率，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横扫国民党对手连胜文。这次选举，乡民的力量见证了网络世代的强大。柯文哲不讳言，是靠空战打赢选战，这前所未有的成功，让各界眼睛为之一亮。他在网络上花了投入的比一般候选人更多的一个心力，让他去主导他的想要发想的一个议题，啊，然后再透过网络的快速传递的效果去把它散播出来。纵观来看，柯文哲的这场选举可以说是一场大数据选举，在他之下有一组五人所组成的军师操盘网络运作，除了利用关键字决定选举策略，也从网络找出铁票族群，并从上千万人次的台湾脸书用户监测舆论，进而对柯文哲提出具体的应用指导。这种叫做被动式民调特性，它的特性就是它可以一次扫到很多，而且很快，大概知，而且你可以随时做监控，它的互动很多人按赞，那你就知道说，哎，其实这样的操作方式在国外早有先例。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merica that can't be fixed. What's broken?Is our politics.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从2008年开始便倚重庞大的资料和数据分析来决定选战策略，竞选团队还雇用了150位工作人员来整合分析选民资讯，而这套方法从柯文哲以后，在台湾也开始被广泛运用。高雄市长韩国瑜2018年就是靠网络操作和分析，以及铁粉自发性的乡品，让高雄绿地转蓝。韩国瑜在他选市长的那段时间，他最擅长的就是自媒体，就是他每办一次活动，哇，那个我的那个 FB 其他都被洗版了，因为他们很多人去看，然后就拍了。你一定是挖掉你关注柯文哲的时间去看韩国瑜，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时间有限，所以柯文哲就被挤压。韩国瑜就变多，那这个东西洗的久了，多久了，其实是会影响的。由于网络资讯过于庞大和分散，为了了解更多民意，不少候选人阵营便委托大数据分析公司分析海量资讯，给委托人建议。你声量高，其实就像刚讲，真的是对特定候选人是有利的。他其实要去判读它里面的内容啊，到底是负面的多还是正面的多。但分析报告真的客观可信吗？魔鬼藏在细节里。他的所有网络上群组，不管是新闻讨论区、BTT， 谁在上面有回应，哪些账号可能是特别的科黑或特别的科粉，都当各方都其实都会有各自的网络网军啊，在这个网络上活动的时候，你其实你自然而然你的这个数字就会失之客观。那你只要看这个人如果有。在短时间内，很极短时间内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由绿转蓝、由蓝转绿，或由绿转红这种，那你就会知道说，哎，这其实是你有问题的，这个账号可能在做什么操作，那这种就会被我们排除。相较于一般电话民调分析，大数据分析更有可能因为人为操控而偏颇，若分析人员没排除这些因素，真实性恐怕会打折扣。既然如此，大数据分析出来的选举资料真的能信吗？对于政治操作能加分吗？你空战打得好，不见得保证你会赢，但是空战打不好，你很容易输，所以变成说它变成说它是一个比较保险，至少让你就是不要在某一个地方会溃不成军。基于这个理由，现在不只是总统大选、县市长选举，下至民意代表都热衷于数据分析所带来的便利与快速，因为需求量大，让大数据分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不停地冒出。因为他们要质询、要知道民意，就是帮他继续做出报告，
尤其是立委啊，非选举时立委比较多，因为他要关心的东西就国家，大家对这个像劳基法那时候我们也做，同婚也有做。网络时代空军蓬勃发展，那大数据民调有办法取代传统电话民调吗？是否能精准预测选举结果呢？专家一致认为，顶多只能辅助参考。他民调的资料还是会准确的非常多了，因为民调他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反映说全体20岁以上有投票权民众的意见，而大数据其实反映说我抓资料的这段期间，在网络上针对这个议题有活动的人的意见，所以他其实还是会有个落差在。来看一下各个政党主要候选人的一个网络声浪的一个差别，那给我们的客户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建议哈。那我们整体大数据之于选举俨然是个助攻利器，候选人透过分析了解选民年龄、参与度以及政治动机等等，势不可挡的趋势也让政治形态和操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跃进。科技带来精准与便利，效果之大却也引发有心人的刻意操作。尤其大数据底下每个人的隐私，包括事后习惯、行踪等等，全都无所遁形，这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吗？问题有多大呢？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深呼吸。在 4G 即将转换 5G 的网络时代，人类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但使用过程大数据资料却也让隐私无所遁形。像是手机地图导航、社群打卡定位等等，虽然都可以设定权限，但你人在哪里，在网络上搜寻了什么，甚至是你的状态关系，一切都有蛛丝马迹可寻。虽然对电脑来说，这些文字影像只是零与一的交互运作，但在有心人士眼中，个人隐私却藏也藏不住。当大家有意识到个资保密的重要性，台湾也在进行修法，但如果又遇到国家安全层级的问题，到底哪个价值比较重要呢？来看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隐忧。我可以帮你什么？传出苹果手机的 Siri 功能涉嫌泄露用户隐私。他凭什么给你免费用？那伺服器啊、网络那些都要钱啊，为什么让你那么方便？他就是要你拿东西去换。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工具，正悄悄渗透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如果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藏，要操控网络大数据，其实很容易。就算你在浏览器上清除你的浏览讯息，也一样，隐私全都露。大数据应用充斥着生活，举凡使用手机、行动载具、智慧停车，甚至是能够判别肤质的美容镜，都和我们息息相关。而居家生活也跟着走入新世代。像这样的智慧居家设备，在未来应用是越来越广泛。透过了 AI 人工智慧以及大数据的应用，虽然让生活是越来越便利，但这背后还藏了一些您看不到的隐忧。以大数据应用最广泛的中国为例，多数公部门都有居家照顾的服务，但服务广大，人口众多，要怎么和社区紧密连结呢？喂，哎，林峰路三千五弄去了喂。马哥，你接送信的吧？门没关。刚接了一个电话，这是网格中心打来的，接到我们375弄18号的那个长阿姨啊，门没关，我要去看一下。哎呦，我又忘记吃了。由于个案是个长者，社区主任到了现场，也主动帮忙确认煤气感应开关是否能够作用。之所以能够及时协助，主要靠的就是大数据和网络中心。这个老人的家里面装了这个给老人相关的这些传感器，然后采集来的。那可能我们会包括了很多像这个老人的这个家里的门匙啊，然后家里面的这个烟感啊、家里温感啊、红外啊，以及这些生命体征的这些数据的话，汇聚到这个平台。所谓的智能的一些应用，它势必要有很多的资讯给它，
包括所谓的这个行为的量测，这个人在哪里？第二个可能很多摄影机会做影像的分析，那再来呢，可能你身上有带感知元件，你跌倒的那个瞬间有加速度，他会知道你跌倒。当然当事人会觉得他是被层层的设备在监控他，可是对他的子女来讲，他等于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知道他长辈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看你要从什么角度切入。随着大数据目标已经从一群人趋向个人化，个人隐私权被侵犯还不止这样。先生，今天呢是我们的双十一大数据购物节，只要您用您的个人信息支付呢，就可以得到6折优惠，请问您需要吗？好的呀。我看网上有人说这种支付方式不太安全。我们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呢，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而您的个人信息我们是绝对不会泄。等一下，是他，80年还在供房贷，股票套着。好。给的资讯没的隐私，不给资讯却又似乎跟不上时代，让人两难。你说，你掖着捂着，你怎么享受大数据时代给你带来的便利呢？我跟你说，在大数据时代，我作为一个人，我得有我的隐私。如果我没有隐私的话，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你是个人，机器人没有隐私可以活。你作为一个人，没有大数据连活过一周吗？看似逗趣的中国短片是真实生活翻版，其实世界各地都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使用者的行为全都变成一笔一笔的大数据，成为 Google 重要的生财工具。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工具正悄悄渗透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在使用者有意无意中，各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载具和平台正收集隐私，并汇整成大数据，进而用在各种商业行为。虽然趋势无法挡，但专家直言去识别化相当重要。每个拥有资料的这些单位没有共通的标准去做所谓的去识别化，会变成说 A 单位他用的去识别化方式可能是遮掉某部分的资讯，那 B 单位呢遮掉又有另外的部分的资讯，可是当 AB 两个单位都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个人的资料就被凸显出来了。 Next time you take that Facebook quiz,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twice before you click. Facebook is constantly collecting your personal data, from your location to your likes to your relationship status. Facebook 你也免费嘛， Google 你也免费用，对，那他凭什么给你免费用？那伺服器啊、网络那些都要钱啊，为什么要让你那么方便？他就是要你拿东西去换，那就是拿你个人资料或者什么的。那他当然说他会帮你把它保护好，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他但是他可以透过你的这些资料去运算，所以他靠广告赚钱，或做其他服务赚钱的。商业攫取个资已经很吓人了，但还有更甚者，当各国政府号称为了公众利益使用政治介入，大数据的安全门能守住吗？之前那个 iPhone 那个有什么敏感还是什么国安机密的资料，然后美国政府是要求苹果要解密嘛，苹果就不要。 Google 跟 Facebook 或是台湾其他的网络公司，如果受到自己国家这种政治也要求的时候，会说不还是会低头？我不知道。基于网络和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欧盟和美国早已订法规，严惩泄露个资的企业。相较台湾，个资法却仍在修法阶段。但为了跟上国际脚步，可以想见未来规范只会越来越严格。毕竟，当各国把发展大数据升级为国家战略的同时，民意和人民安全显然都是第一前提。大数据让人工智慧更加精准有效，结合物联网更是让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各个产业也因此有了更细致的变化。但科技总是一体两面，个人隐私也越来越不保，这时法规又得设法跟得上。这一连串的变化，我们都在写历史。今天非常感谢您跟着我们一起新闻深呼吸，我是陈雅玲，我们再会。